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今啊，还要宣布什么吗？没有。请各位同学，大家今坐落来。我利用这35分钟的时间来跟各位，聊一聊尔啦吼，聊一聊，啊，大家聊一聊，来分享，即摆民政府较要紧的代志是要做啥啦吼？目前的状况下，我逐摆若听到秘书长来讲，迄、那个马上要接政权哦，我逐摆都嫌蛮昏去，啊，是安尼蛮昏去，人无够啦。好、哦，人拢无够啦，真正人拢无够当夫的。你晓得我们现在中央事务局跟政治局要派工作偌济，你敢知影？我等下用一表你看。啊，真会当派吼，一个单位足大个单位，佮派一三个四个。我甲秘书讲，若照这个三个四个派去一个单位，比如说中央银行啊，派恁四个去，哇，一礼拜你就变撇啊，倒来啊。人无够啦，阿哥吼、喔，爱有你的迄、那个较换贴的，我逐摆咧讲拜托，你的换贴的，啊，你的低级的吼，紧叫伊来受训，通有取得公务人员资格，通跟你做伙去拍拼，这是咱目前吼、喔，咱上要紧的工作，因为若到年底要接吼、喔，真正哇，迄真正我昏去啊，无人，无够人，绝对无够人啦吼、喔，啊，所以大家。而且要甲各位拜托个，好来 ，TCG 就是啥 ？TCG， 咱即摆一直咧讲 TCG， 就是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吼、哦，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就是台湾民政府啦。即里就要紧咧，即里西部，即里就要紧啦吼。有即里跟无即里，天差地啦吼。若无即里，会变做啥 ？Independent。就是台湾独立的一个台湾政府哦，马上会去哦，迄个国民党政府给你掠去枪杀。啊，真正伊若要给你开，因为台湾 government 吼，伊顶面无人啦。咱台湾西部 government 也，咱的顶面有啥 ？USMG 美国军政府给咱保护嘞，所以吼、安心是得过来晒吼，唔免惊啦。有的惊讲，去民政府唔知道去用相脚踏啊，去用相踢去，袂。你若有细胞干嘛们？顶面有民政府USMG， 甲咱踢掉咧，拢唔免惊。咱也唔免去看国民党政府，我特别咧，咱讲唔免看国民党政府咧对抗咧啥，咱唔免插伊。美国就爱将这个，我先搁讲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是啥？美国是 chief occupying power， 只要占领全国，以委托蒋介石来接受迄个日本军的投降，派阮一个投降，伊无路通转去，到1949伊无路通转去，怎定死在遮？甲咱台湾人就派阮呢？迄阵哦，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哦。命令什么人对队？导航队哦啊，迄、那个满洲对队啦，啊，迄、那个北韩对队，南韩对队接受吼、哦，接受迄个所在吼，遐、哦、大家拢伫旧金山和平条约了，几个月后就拢爱撤退呢。干那咱哇足歹运，我伊无路通撤退啊。迄阵真正有哦，你若看《蒋经国传》内底，迄阵真正要甲用去菲律宾呢。啊，迄阵闹去，咱就自由啊嘞。啊，无啦，咱足歹运啦吼，足歹运啦。好来，咱这个，逐摆咧开会，啊，开幕典礼，拢有唱3条国歌，吼、哦，是安那唱3条国歌？大家回顾一下，大家头脑再想一想，为什么要唱3条国歌？第一是台湾的临时国歌，哦，啊，第二较日本，第三较美国，哦。是，是安那个唱台湾的临时国歌，
无啦，是啊，台湾的，台湾的，迄是驻苏美战，就是爱日本，啊，佮唱美国。台湾爱家己有国歌啦，啊，咱到阵家己的国歌是啥？出来用出来日记咧做咱的临时国歌啦吼。啊，这条的意义吼，真好呢，就是伊真好，咱可以暂时用作暂时性的国歌啦吼。来，你咧看这個、这条国歌。咱逐摆咧唱反调，咱无想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是这样写：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了这块土地啊、哦，给我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与平原上的时候，我看到了盖要紧的一句，盖要紧的一句是啥？一个孩童可 freely 自由的奔跑的地方。你甲我去甲查世界各国的国歌。大家迄个 key point 重点，拢是自由，即个啦 ，free， 哦，我等下用过来迄、那个，迄、那个拢是自由啦，哦，来，我继续看咧，请牵我的手，带领我行遍这个土地，带领我行遍这个可爱的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人，但只要你伫我的身躯边带领我，我知影我会变个。足坚强，国过来叫下讲，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我将奋战将这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哎，奋战哦 ，even 是啦哈 ，even I lie this land is mine， 虽然是这块土地是我的哦，这个所以伊的重要所在伫遮，咱咧用这块出埃及记来咧做咱临时国歌。哎，咱若执政未使阁用这条啦呢，咱都爱讲家己。我用这个好人的目的，就是咧拜托各位今仔来点招的人，恁有好朋友会向音乐的，即卖就开始跟来做了吼，来做迄个国歌啦，吼、哦，豆豆迄吼，即、這个是迄个要做国歌吼，你刻意要去迄偶然间的机会，你会灵感来的时阵，等下甲我换一支，这支那阵特别无电啦，啊，更较紧。好，来，不要紧，不要紧，嘿，来，我即摆用迄个国歌，互咱小可做一个了解啦吼。拜托各位，真正恁若好朋友，咧会晓音乐个，请赶紧，甲拜托，啊，互伊有时间。你唔要讲哦，我过一个月，袂啊，你赶紧做啦，你迄朋友也无遐牛啦，哦，大家无遐牛，不要紧，你无偌牛，不要紧，伊豆豆啊吼，然后迄灵感来 ，inspiration 灵感来。啊，豆豆去做，吼、哦，豆豆去做，豆豆写，哦，要写咱的国歌。啊，这介绍来，因为看安那讲嘛，对马关条约，下关条约，我即摆拢足无爱讲马关条约，爱讲下关条约，因为条约吼，伫什么所在签的，一定爱叫迄个所在的名，伫底签的，西摩罗设计，伫日本的西摩罗设计签的，迄叫做下关条约了，吼、哦，对下关条约了。1895年到这块土地，到今麦，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无对日本天皇处分，所以这块土地是啥个？日本天皇下界的吼，天皇诶，记得吼，咱传条出去跟他们讲，我今麦时阵搁复习咱，要去对外口的人安那讲安那讲，你若小可回味者，你会跟人讲会搁较顺时，啊，到这块土地就是安尼来，啊，今麦一个日本天皇的吼。对，啊，你著甲编迄个旧金山，无迄个下关条约的内容是甚物啥？来，啊，这日本国歌吼，日本国歌伊无继续迄个，1914年到大战结束，1945年伊敢那日本国歌啊唱即几档啊尔呢？到1945年日本国歌去哦，麦克阿塞个，懂嘞？你未使唱你的国歌。日本无国歌足久呢，到当时呢，1999，几冬前个，他开始8月13个，搁登场呢，哦，32字尔啦吼，即个，唔是啦，后壁无，哦有啦。哦，听下边哦，还是哦，我都来出得出噶，我看后边很侪人就，嘿，
这句我惊着讲我上大声啦。三十二字尔啦吼，这个日本国歌啦，三十二字尔。伊敢是全世界上第一国歌？不是，还有谁比他？我有讲过嘛吼？好，乌干达25秒尔啦。好，足紧的吼，乌干达，但是这乌干达国歌是有版权。我现在如果放出来，我要给他缴费。阿拉伯教会，我都违反迄个什么法迄啦？哦，这都乌干达之类啦，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哎，二十五秒尔呢？哦，这是来阿拉美国的美国国歌吼，好多各位搁看一下中文吼，吼、哦，你可看见？哎，美国国歌是伫美国咧反对英国的时阵，而且他们英国咧小战的时阵吼。做的歌啦吼，啊，所以你看看足多火炮闪闪发光吼，啊，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看我今日见证，明仔载起来，美国国旗还佫伫啊。所以这条国歌，美国国歌是因还佫咧对反抗英国的选择的啦吼。哎、欸，来，告慰嘛是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有哪是咧讲自由啦吼？有哪是咧讲自由吼？啊！这台湾翠青，这已经20冬了。中了教会，拢用这条来做爱国歌曲，用这条哦，太平洋西南海边这条哈，啊，这条也是20冬了，啊，也不适合咱台湾民政府的，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状况了哈，伊足侪内底无合咱的状况哈。啊，这个伊的作者，这条的作者哈，这条的作者是一个电力个牧师，诶，作词啊哈。啊，迄、那个作曲是萧泰仁，咱知影萧泰仁嘛吼？咱台湾伫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迄个音乐家吼。啊，但是他身体不好了，最近身体不好。他去年有回来吼，啊，有去找我。他是我长荣中学的前辈，伊早我一两届了吼，伊早我一两届，已经超77岁了。啊，我嘛75岁啊咧吼。啊，伊早我，啊来找我。啊！你甲讲我讲，哎、欸，老兄，啊，较拜托一下吼，过来做一条我真正台湾国歌啥，啊，伊就讲啊，真正身体足歹啊啦，伊真拢坐轮椅呢，啊，真拢伫美国啦，加州啊，拢出入入迄个 ICU 开，内科 ICU intensive care 用的内科加护病房，哦，出入入，伊讲伊无法多当做啦，吼、哦，伊讲伊无法多当做，所以我用这個来要拜托咱遮各位啊，各位同心啊。然后熟悉，唔免讲来了，叫人开始就开始去想去做了哈。啊，刚刚这个要紧的，刚刚讲的是讲，这个台湾国歌哈，用啊那是主流这个标题哈。啊，要做国歌哈，都要做迄个较雄壮的哈，啊较迄个，唔通像迄个这条哈，歹底下呢。哦，我讲过，太平洋西南海边抗音，那美丽的台湾翠青，较唔容易啦。啊，无少听哦，啊，卖啊，嗯，啊，无，哦，你要做的时阵，迄歌词哦，稍微注意一下哈。做，伊我有甲电力个牧师讲，哦，伊个讲，啊，迄个做20冬了，你怎甲你讲？我讲我最近甲，吼，啊，实在是歹笑，迄熬唱个人较会样笑啦。啊，咱普通人吼，要唱这吼，安尼吼，那个不会是国歌好听的地方啦，吼，哦，英国个，啊，加拿大个，澳大利亚。我是安那甲要提这几个国家呢？纽西兰，你知影？这几个国家拢大英国协嘛？咱台湾把你那上个进展到底，看日本是啥？邦联哦，哦，邦联上好的哦。除非迄、那个天皇陛下手势摇管管管讲啊，帮你台湾去啦，啊，咱就真正会当独立了。哦，啊，迄是空想梦想，唔知会动未？无得个，有一天会哦。
我们现在最大的告是告跟日本一个邦联，日本啊台湾安尼做伙是邦联啊，顶面天皇吼，咱正法律安尼研究起来。啊，足侪人问我，恁是安那个，无可要用迄个什么日本的咧？啊，美国占的啥？该无爱用台湾独立咧？我嘛爱，咱大家嘛爱。可是法理上解释起来就是安那，看那去探讨的、就是，这是终极啊，日食美战，法理上就是安那。所以，唔是咱无爱主张台湾独立啦，都无可能啦，吼。这各位吼，各位知影者吼。哦，啊，所以纽西兰啦，迄、那个，哦，你好，纽西兰伊嘛是。纽西兰的国歌，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之境，哦，哎，拢是主要有一个自由，咱住伫这个土地，爱有自由，这是国歌的原则啦，吼、哦，好，各位，好来，咱啊，咱主席都爱念这嘛，吼、哦，爱念这，啊，咱两个主张，两个立场，大家做伙开嘴来读这个。来，国际法律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保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台湾政府的立场是无使用暴力和武力，接受各种方法，让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第最后一个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无配合。你这爱读呢？别日啦，恁伫。恁即卖棍啦，有棍手啦，啊有啥物事？啊是你是州委员啦，啊叫你讲，来，我今仔你来开幕，来主持这个会议，啊你都爱三块国歌唱了，啊你都爱哦，主持宣读，啊你都爱台湾民政府是爱读个熟啦吼，看国看者，看好流利，讲个好会流利，万一你有一日会徛在遮啊做迄个工课啦吼，啊所以直接甲国会讲咧，来，咱即卖吼。咱即摆迄个，咱即目前的组织，因为伫迄个旧年吼，啊一挂人叛变了吼，啊咱一挂总理制迄个制度拢个废除了吼，啊即摆改号做迄个中央政治局，啊个一个中央事务局吼，啊即、這个阮即摆个用，咱即摆吼，咱即摆个翻译做中央事务局就是 Central Service Agency Service 和 C。CSA 哈、哦，迄个美国 CIA 是啥 ？Central Intelligence 不 Agency 就是 CIA 哦，啊所以事务局叫做 CSA Service Agency 哈、哦。我挂这个，我下面拢混去几啊摆，后来我记者来讲。故宫博物院这两三四派四个人要去故宫博物院啦，哦，啊去，迄、那个政务官拢咱咧做啊，啊事务官拢甲继续哦，啊事务官是继续哦，啊你去做政务官，啊你四个去，有法度对遐侪人啊，我看那四个去哦，一礼拜都变皮来转来啊。哦，三日，伊讲唔免一礼拜啦，三日啊，所以吼、哦，伫遮我是记一个，你讲我拄我就先拜托各位啊，你要派去倒位，你爱有你的物资的，你的换贴的，你的亲戚朋友，含你做一起，啊，我派这四个去，唔知是安那个，他也无去啊，惊我惊我，你听到四个要去嘛，惊死吼。有影啦，真正要派遐尼安尼去吼，真正要派的单位足济呢，啊，咱也阁拢无够人通派啦吼。
这礼拜拜五，阮有要做一个总经理吼，加名单。这是去年的7月18日发表出来的名人名单。啊，即摆将所有阁有点招的人，伫这礼拜拜五拢要摆入去啦吼，摆入去中央事务局、中央政治局，大概是迄个较少年的吼，拢摆伫政治局啦。哦，啊，那咱这就摆当事务局，哦，咱这亚邦出来呢，政务官就是亚邦出来呢，哦。咧管下骹，拢政治官啦吼，迄落迄落，拢阮即个拜五会重新排，啊排吼，互各位吼看安尼，互我较袂分心的吼，较侪人咧，较侪人，啊恁每一个人会当搁去叫几个啦，你的换贴的，你的好朋友，你的师长的，赶紧安尼啦吼，去叫人拜托因，要甲拜托因来受训啦，啊通甲你做伙分派出去啦吼，哦，吼、哦，这足多呢，什么好生生啦，哦，这开，这雷公哦，阮的雷公，这台大外科教授陈楷模教授，哦，足多啦，足多单位啦，内阁什么环境司啊，什么高沙市的那法务省啊，现在家拢无够啦，要拢无够死啦，吼、哦，我、哦、迄、那个真正无够死嘞，吼、哦，迄要排的人吼、哦，你都要较侪人嘞，较有法度，啊，就直接吼，这是。今天我讲的，我今天就是迄个药物啦。咱迄个 TCE 目前的药物是啥？较侪人的啦，啊无人就做无代志，你到时就啊足惨啦吼。药物第一就是人员加强，这就是咱吼、哦。今天我上课这个第一项就是 TCE 目前的药物是啥？派你去倒位啊？你无够迄个实力能去啊？你不行，还是不行吼？哦哎、yeah. ，啊，这要亚邦出来，这拢要亚邦出来了，啊，人袂做。啊，即摆迄个中央政治局吼、哦，蔡才元会做委员长吼、哦。啊，迄个郭牧师吼、哦，最近身体较无好，伊射物线开刀了，啊，也无啥回复啦吼、哦。所以伊即摆最近较无看伊啦吼。哎、哦，咱较早拢我伊咧讲的迄个历史是有够迄个吼。啊，但是最近身体较无。好来，中央政治局有哪足多呢？哦，本部啦，什么公共卫生啦，什么哦，中央银行我配，哎，这两三四四个都要去中央银行哦。哦，足多呢，转型正义啦，什么国家情报委员会啦，什么到位啦，吼，哦，足多，这廉政委员会啦，什么海巡总署啦，什么现在足，咱的机构有够多啦。啊！拜托嘞，拜托嘞，拜托嘞，千万拜托各位吼、哦！拜托各位，赶紧上你上好的、麦子的、上黑的、换跳的、麦子的，紧来受训。但看你做位，你若派你倒位，啊，看你做位，你嘛上少有两三个，看你做位去，吼、哦！啊，但是这要叫去，都还是你有迄个高级班的诶资格啊。咱的高级班受训了，靠有公务人员资格嘛，吼、哦！啊，所以赶紧嘞，你若派你倒位，啊，你赶紧去招你的麦子的，吼、哦！紧来上课，看你做伙啦吼！这是啊，这张吼各位看一下，就是讲，迄民进党吼，吼、哦、咱秘书长咧讲，民进党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嘛，吼、哦、啊国民党是中国国民党嘛，吼、哦、啊这个民进党是，伊讲啥？伊1999年5月这个第八届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用安尼标过来讲哦，那纯这就是选举嘛。台湾是台湾人的人哦，台湾住伫台湾的人的哦，对无？哦，对，敢对？唔对啦吼、哦！我若去胡伦社，我最近拢走胡伦社咧演讲吼。那这条出来讲，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差不多头一百拍拢举手。我住伫这时阵，毋是哦。啊，咱若用国宾饭店甲讲咧，啊，伊就讲。啊，唔对呢！你看你主权嘛，你有主权无？你有管理权无？现在吼，这咱拢知影通讲啦吼。啊，伊讲台湾依目前宪法，中华民国伫世界上已经安那，伫伊个蒙牌伫底，南京中山陵，伊即块蒙牌伫啊吼，嘿，伊即块蒙牌伫啊。哦，啊，这蔡英文呐，伊即摆今日报纸讲，伊要阁竞选迄个主席啦吼。啊，那足惨的，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咱知影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
哦，我们如果你不信的，你上网去 A I T， 啊，你个查工，你要移民签证，无熬死的名啦，吼、哦，绝对无熬死的名，熬死美国叫这个台湾熬嘉宾做啥？叫做熬死，伊千万无叫伊熬死哦，叫伊小子啥？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单位哈，台湾 Authority 哦，美国无也无讲中华民国安尼，因为。伫美国网站，中华民国拢甲摕摕落来啦。世界上无迄个中华民国啊啦，吼、哦！伊网站就是啊，台湾啊是 China 啊是倒位安尼尔吼。嘿，你若唔信，上网去甲查看卖，甲拍 A I T 入去 ，A I T， 你人伫 Google 遐甲拍 A I T， 啊拍入去，啊随机去爱就出来，啊你甲讲买迄、那个买签证，美国签证，啊出来伊就互你选择。绝对无熬死，哦，所以这个，哦啊，这个，迄、那个琉球，迄、那个，哦头啊，洛阳来讲要去干菲律宾啊呐，计较，去边啊忙来转来，到尾卡，都爱出声的。哎、欸，记得这是熬死上大只的迄个公干的，啊，嘛得乖乖得插美国国旗旗口，我倒去遐说嘞说嘞，哈、哦，哎、欸。啊，实在是足侪情形吼，拢因准备一直要走的情况啦吼。你看军队戍边啊，规个啥军法移过来啥，你看因即摆一直咧圈钱呢，一直咧圈钱呢，哦，哦，大位拢咧圈，因拢咧趁钱啊，迄等于啊趁钱啊，啊因即摆伫金门、马祖、含迄个平潭岛，拢咧大健身呢，因知影，搁有一张，等下有一张迄、那个。哦，这张，伫马英九吼，搁连任的时阵，这张是马英九连任啦吼。啊，连任了，伫总统府的内底，较要紧的是这啦。马英九吼，伊研究国际法，我也知影。他哦，他事实上要什么？他想做什么？伊挂这个旗啊，想做什么？对，伊就是啊，我讲哎。啊！你美国都将我即摆也要变民政府啦，你怎搞好啊？得，啊！伊也笑笑呢，哦，这个企业就是伊咧笑笑讲，他也是民政府。美国讲啊，人民政府伫华盛顿 DC 已经挂牌去啊咧，哎，伊嘛知影无法度，伊有人笑笑呢。你看，用这就是要做伊个因中华民国伫台湾的民政府的一个企业啦，哦，伊个笑笑唔是无呢。好来，啊，这秘书长过了，啊，咱家迄个，这五条嘛吼，啊，咱吼无国籍啦，无国籍的先来，咱复习一下吼，这是，别日啦，咱真台湾政府啊，是什么政府，已经听伊讲咱民政府已经生五六个囝咧，拢生五六个囝啦，我讲你吼。绝对美国人要搞民政府是搞啥？新人去告美国的，林志坚看我们大家，对不对？领导我们大家，所以美国要搞民政府是搞烂吼，绝对安心啦，袂讲要去搞歹研究，啊，要搞咱先水遐囝，做台湾政府、台湾第一政府，什么台湾啥？听讲生四个啦吼，有四个出来，嘿啦嘿，四五个啦，好来。这张吼，这张我个个，因为各位是算较高级的吼，拢高级班上了啦。啊，要讲这张，咱着一直个拄啊，只迄个四点是高等法院的判决，吼、哦、五点吼、哦。咱高等法院了，咱阁上诉去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甲咱讲啥？或者 petition deny， 啊，这爱知影讲，伫最高法院判决的情形是啥？一两项尔啦，那准了哦 ，petition grant， 啊那是也未当判决 ，petition deny， 啊那是上诉起来，啊你这根本都无理由 ，reject， 驳回，啊那无驳回就是干那这两个尔，一个是 petition grant， 就是这一当朝一百件尔啦，哦，啊 petition deny 就是搁置。哦，唔是 reject 的啦，
reject 就是无伫即个内底啦吼。所以我要让各位知影讲，咱即卖是被 petition denied， 是搁置，毋是无去哦。到当时，咱若准备好，拜托个，咱若去拜托人较侪来参加来，四千个若到，咱就搁较笑是讲我到啦，我人到啦，起哩，就变做 grant， petition grant， 啊，迄阵就真正就接近关啦嘞，吼、哦，哎，最高法院的两种处理程式用词啦，吼、哦，就是讲 petition denied， 啊，是讲 petition grant， 啊，若无准，一个就 reject， 拍断伊，吼、哦。即咱高级，咱即高级官员一定拢爱知影 petition denied 诶，即个实在意义啦吼。即个记个，啊是咱是 petition denied， 啊那准的是 petition grant， 吼、哦，就较准了吼、哦。来，我是到电视。啊？到四站吼。好好，安尼阁剩五分钟啦吼。哎、欸，来，即几个我拢无要讲啦。台湾地位的迄、那个，我刚才要讲，哦，这鲍威尔讲的，台湾不是国家啦吼，这拢知影吼。啊，中华民国唔是吼。啊，来，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现由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安那代理中啦吼。这目前咱的国际地位是安尼啦吼。啊，搁刷来这个，哦，这拢咱知啊。Chinese Taipei 中间有这个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这几个啊 ，exile 是流亡 ，exile 来大家做伙读一摆 ，exile， 哎，啊那日本话读作 exile， 哦 ，exile 是日本话，啊那正式的英语是啥 ？exile， 哦，来 exile。重音在头前哦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哦，这中这几无语啦，啊，干了 Chinese Taipei 安尼吼，哎呦，各位搁知影一个，复习一下，哦，啊，这个咱拢读过啦吼，啊，这个小布什，啊，这个叶望辉，咱伫迄个网站内底有叶望辉诶迄个，伊讲啥，伊最后叶望辉讲，我不愿意承认台湾人民拥有自己的主权。哎、欸，迄叶望辉真正都以正式，迄来台北演讲的讲的啦吼，即、喔這个话是来台北演讲讲的吼。哦、喔、啊，即个伫旧年，我讲都讲一个，即个 Catherine， 这是美国的卫生部长嘛吼、喔。一当，伫世界卫生组织一当有开一摆会，哦、喔、WHO 啊，含 WHA 是安那分别吼，恁、喔、知影啦吼。喔来，不要紧。我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表明，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恁是安那开始讲这话呢？这个就是迄阵中国的迄个卫生署长去开会啊，用 ROC 台湾中国台北入去做观察员呢。啊，伊开始讲，哎、欸，迄拢无算遐，恁村的国家拢无权利讲遮。啊，恁爸会当讲名哈？哎、欸，无恁祖妈啦，迄查某的，敢若恁祖妈会当讲名哦？恁拢要个，你讲是啥物？台湾即个是中国台北，嘿，袂当讲哦，恁无迄个权利。哦，来，最后一张搁再讲啊，来，小可搁复习一下吼。WHO 含 WHA 关系吼，大家小可爱知影者。WHO 即个 O 是 organization， 就是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哦，顶面迄个世界卫生组织。啊 ，WHA 咧。这个 A 是 Assembly， 就是开会，啊，每年开一次，伫五月第二个礼拜母亲节以后开的，啊，所有194个国家的卫生部长拢来遐开会，这叫做 WHA， 哦，互恁知影者 ，WHA 跟 WHO 安那分别啦，吼、哦、，O 是一个 organization 机构，啊，这 A 就是来遮，这194个卫生部长来遮开会，这个叫做 WHA。啊，阮古早就是拢咧开会中间，哦，我去六七档咧，我去瑞外六七档去啊抗议啦，什么啥，我甲秘书咧讲，啊，你啊无要较早啊讲，还是我去六七档，你若较早啊讲，台湾不是国家，去抗议的根本都拢假的嘛，吼，对吧，吼，拢假啊，我带一群人拢去啊抗议，嘿，啊，不过抗议吼，
有一摆拄啊，哦，即拢伫迄个会场啦吼，我逐摆咧用即张哦，哦，好，我讲，哎、欸，台湾的人的健康是我们在照顾的，迄、那个卫生，中国卫生部长叫做高强，伫台会安尼讲呢，啊，台湾的 SARS 是我们在照顾，我们在指导他的，哦，啊，台湾，我们的民族间感是血浓于水，讲较好，你你讲讲，我讲徛起来讲，来啊！讲白话啦，我讲讲白话啦。台湾咱来健康卡，伊咧照顾的咧。伊真正伫世界啊，你讲咧，咱来健康伊咧照顾。啊，这警察都要来甲你啊，哦，叫我遐，我着口罩挂咧，搁坐咧。四位旁听席上，啊，新罗医院院长洪啦吼，哦、就是阿你啊。我一生都两个报纸有甲第一版的，一个中国时报，一个中华日报，都为着即摆甲呛声，甲中国迄个卫生部长高强呛声啦吼。哦来来来，剩一张吼，我要各位吼，各位看一下哦。这个最后一张吼，来，这个去年的六月九号吼，去年的六月九号，迄、那个《自由时报》吼有一篇报道，是安那个《自由时报》先美国政府先报道这出来呢，就是习近平要去见奥巴马。啊，美国吼将迄个原始的放迄、那个解密的资料，赶紧互报纸，讲嘿，互伊来唔能差，什么报纸？报出来就是讲哦，台湾根本就是什么地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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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一大堆啦吼。哎，无这张了就了啊，加两分钟哦。我来讲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了，现在拢先放个习近平报纸先出来啦。阿廖，最后一个，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土地，这点吼，这咱结论就是安尼嘛吼。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啥？被占领的土地，哦，就是啊，来国金双合约爱记咧第二条米，哦，啊，含第四条米是讲迄个 USMG 的代志，啊，二十三条是讲主要占领全国，读这三条就好了，吼、哦，这三条的第二条米、第四条米，含二十三条，读这就好，剩的拢含咱扛起来，无关的吼、哦，你唔好无二十七条，到时无半条，三无半条，好、哦、来，好了。我想是时间用的这足对了，用这看够贵啊呢，所以大家做好，谢谢大家，谢谢。那各位同行哦，那个要坐高铁、火车的，还有到统联的，还没有缴费的，麻烦请。